你们现在在那个很有名的一家餐厅叫做 The Boiled Crab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它旁边里面的那个装潢都非常的有冲浪的感觉。还蛮好玩的。基本上这一家来说呢，这一家餐厅就是要把它弄得很乱，就是他都会一直跟我们共餐围兜兜。然后你看到我们桌面，摩斯上面。Can you be potato fried? Nice. Fried cabbage. Wow, thank you. Great. Look at the food. 对，什么都是很乱，然后他们的虾子都是在塑胶袋里面。对。超开心。对，这种小。超脏啊，要越乱越好，越脏越好，这个环境不错不错，很爽。